热血开吃，热血开吃，热血，尊敬尊敬尊敬。好，我们这一趴我们要来玩这个 Resident Evil Resistance， 就这次附在这个三代里面的，对，本来要本来好像要独立出来的啦，对，但是可能是因为三代太短了，不好意思，三代真的很短，真的太短，真的很短，本来就是附在三代里面的一个附加模式，而且这个游戏我们脚本已经出现了三周了，都还没有玩过，哦，真的，之前终于要玩了，之前都没有玩到 ，OK OK OK。那简单讲一下这游戏，有人可能还不知道，这游戏就是四对一，四个生存者对一个首脑，然后首脑呢就是想要就是要想尽办法阻止生存者就是逃出去，你可以放僵尸啊，用很多陷阱去那个干掉他。好，是好了吗？他是个。我们节目是不是很开心？有吃爽有的吃呀！这三哥跟我说，吃一吃就可以耗个5到10分钟，就是多吃一点。不要急，不是你不要你，因为都不听我们的。对啊，你拿一个最常在旁边一直吃不讲话的人，哦、因为你一直吃就是我在讲话、啊。屏幕机是。好，这个不过你可以继续吃啊，没关系。其实是可以继续。现在这个节目一直吃不讲话的人都可以留比较久。是，特别长。有感觉到被攻击吗？好，再来。这个反正就是这样子啦，首脑呢阻止生存者，甚至想办法逃出去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玩完一场之后就直接决裂。没错，大概就这样子。所以第一场我们就看要先排挤谁。放回去来不及，就你了。可恶，我要继续再吃。那你可以一边吃一边玩。你先当首脑，你先当首脑。好啊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四个生存者，我们就一边一刷四个生存者把他的蛋吃掉。一刷坏话，你还敢叫啊？你给我去另外一棚。哎呀，好爽、哦！伊拉菲尔。那我们来看游戏画面了吧，完全无尾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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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吸啊！啊！快啊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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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我们要先选角色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这样开打是？你现在画面是我这台嘛？对，都可以吧？对对。现在画面是我这台，你要用哪支？都可以，不用。捕食应该带一只比较安全。你说瓦莱利吗？对，啊，有吉尔哎，谁来利？瓦莱利，瓦莱瓦，瓦莱利来瓦，利来利，瓦莱利啊，烦死了，瓦莱利。哎，这吉尔怎么没穿窄裙啊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垃圾游戏。那我选真有味啊，真有味、啊，哇，你也没啊？那我要选什么啊？那个也没要玩几？我选马丁啊，我选坦克。哦 ，OK， 按三角形准备完成，准备完成。哇，来力，算了，懒得看了，直接准备完成了。我选太黑。大家知道自己的技能吗？我不知道。哎呦，我们的哎，哇哦，可凡的那个角色是威斯卡的姐，哎是啊是威廉伯金的那个老婆哎。对啊，所以还要威廉伯金。对啊，威廉伯金，威廉伯金。这游戏呢，反正就是熟，看任务人呢，然后自己杀的狙，哦，变身那个博士，大手怪，大手怪，大手怪，掏枪掏多久才会变这样？Here we go！ 靠20年，操控，哎、欸、也还好，我的手也没变那样。好紧张啊，这个是。好，大家有就是一直跑。有狗有狗。门在这儿呢。我去给你。一直跑就对了。啊，万就技能了是不是？太难了。走 ，go go， 开门开门开门。哎呦呀！直接踢开，走起走起，走走，有什么可以拿的全拿。好，我坐。没东西可以拿，我开门，漂亮。没有僵尸，有僵尸，来来来，胖子，有什么可以捡的可以拿的，全部仔细看，坐他，坐他。哎，漂亮，减15秒，有狗，
有狗，有非洲模型，我已经够飞了。我拿了一个非洲模型了。这一关的目标应该是收集三个模型，大家哦。OK。好。三个模型吗？应该是仔细。他爬起来了。没有开玩笑。哎，小心地上有东西。这什么？我来捡。好，我捡到一个了。我很快，我捡很快。好，捡到一个通用货币。啊，解开了，解开了。啊，模型。只会让全人类更加水深火热。我捡到好。全人类更加水深火热。一个模型，少两个模型，大家继续找。我找到了，在我这，在我这，两个模型。捡起来，捡起来。哦，不要进厕所，不要进厕所，一堆炸弹，不要进厕所，不要 ，no。厕所没东西，厕所没东西。哎呦，跑掉了！这里有商店，到了，放去，我放去了。商店这里有商店哦。哎，走，直接走，不用，不用拿商店。Go， 商店不要，商店不要。Come。哎，走，直接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第一期轻松突破。哎呦，老板，这一模厉害。然后右边可以买东西，很嫩呐。夏佩，看有没有想要买？看火把哦，这个。哦，我要买黄色药草。火把真的狗。绿色药草购买，火把很狗是不是？对，那我要买火把。等一下。好，够，够。好，等一下。那我买个铁锤好了，舒服一下。干什么？对，探探。干什么？等一下啦。可以。干什么嘞？干什么嘞？干什么嘞？先干什么嘞？这一关修好，跑越快越好，是不是？冲啊！尽量推进任务，跑。好，升狗了。好，这一关是要找一个保全僵尸，打倒他，拿那个卡片。好。各位兄弟们，我们好像要聚在一起，兄弟们。好，我就跑。兄弟们，我受伤了。我被咬了。兄弟们，我受伤了。我来救你。我的眼睛好像很痛啊。兄弟们，狗。我走不了。兄弟们，等一下，我走不了了。我拿到一个钥匙啊！想补血，我拿到钥匙，按下可以补，按下可以补。我换这个。好，太好了，去吧。Cover me， 我来了。Cover you， 来了。啊，狗！来了，我到了，我踢他了。我开了一个。哎，加油！前面有哦，超多，我来。我开了一个，伟明一星。我死了。嘿吼吼，哈嘿吼。一个谁给我用？走，我已经开了一个保全了，大家在。我也开了一个，我需要保全卡，在我手上，这里。我就跟你走了，因为我什么都不会做，我也会迷路。Where are you？ 来，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。我这边是个好。我来啊！哪里？ Where are you？ 你是瓦莱利吧？谁来瓦莱利？我是瓦莱利。谁来利？你来利？我这里还有一个保全。我来了。来，我们跟着你跑。他想抓我，我被扁了。快，大家互相 cover 一下。没事，我 cover你。开了，开，go，你要死嘞！枪在手，go， 枪在手，跟你走。我有，杀四郎，抢蛟龙。我直接用。走了，走起，跑起来。有在哪里？这里，继续走。好，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我就走了。对，走，这里。我现在聚在一起，没问题的 ，go。漂亮。Open the fucking door。好，现在啊 ，fucking door。开，我踹，我也踹，不是踹，要安全。开了，还是壮汉呐？我来，撞。补给僵尸，可以。补给僵尸听起来好燥。补给僵尸这边，他身上有东西。点他，我开门，擦屁股，擦屁股，开了。踢他！我踢！可以吗？可以！头要破了！我来！我怎么？看！踢他！我再来！踢了！没有看到我人吗？来，进来！右边的门！对，右边的门！赶快！举手！啊！我的头发！你们的头发！我去救刘大！刚抓好！踢了！过来！我踢了！等我！踹！踹你妈！救！赶他！没救了！我放个补。好，可以。完了！哎，不要咬我！我放地雷。哎，我被抓起来了，干你！我开枪了，救我！队长。是不是只有我可以撞他？这会不会有 DK 啊？不会。抓一个，可是我好像抓不到哎。哇，有一个人挂了，我被抓死了。
我是不是回到原地啊？是不是可以不要理？对，你回到原地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你不要理我，你们往前跑。没有办法直接跑到底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应该可以。就这一次吧。哎呦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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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怎么不会控什么球啊？他是不是会死？帮忙打他！帮忙打他！我救啊！我可以救！可以救！可以救！哇！我也被弄死了！来来来来来，他应该没了吧？应该没了吧？快没啊！快没了！我先跑！我先跑！等一下！地啦！哇，这招好强哦！好难哦！我再一路往前跑，他不知道土形可以放。他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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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，只剩等卤蛋，等卤蛋，卤蛋快到了。这里，我要跑一段路，跑一段路。我到那边接你，我到那边接你。草可以合啊，草好像两种颜色可以合吧？你快到了，你快到了。哎哎哎！计划非常完美。哎哎，放了一个闪光弹，没事。闪光弹吗？嗯，好像是我的。我还在跑，我还在跑。来来，我前面都是僵尸还是僵尸？僵尸，僵尸，僵尸。那边这边这边有没有？僵尸！来来来来，我护送你，护送你，来来。easy easy。我哎哎哎！机关枪会打你，机关枪会打你。谁可以弄机关枪？我没枪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我们中，我们就可以了。太真秒！来来来，我再来了，我再来了，我再来了，到，刺激刺激，惊险惊险。还有第三呢，最后一区了，这一区要打三个那个。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啊。水族箱之类的东西，水族箱是不是？所以东西怎么合啊？到底？你按三角形可以开物品了。好，我看一下。然后就可以看，你可以合成东西可以。哪里啊？这里可以买东西，记得吗？他们现在到这里。我把这个好了，他直接吃掉了。这里是什么？我把很好用吗？嗯，我把这个。他们要拿这些吗？哎，我们的钱不能留到下一场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哦。我放了一个补啊，大家接补。哎呀，舒服啊！还有光耀之堂，快来吃客家烟筒。啊，不管了。那我要拿手榴弹，好难呢。我不知道我可以干嘛。没关系，买点药。对，走走走走走 ，Go Go Go！ 大家，这个这一关很乱啊，两个两个一组，还是应该放底下。那我要跟黄色衣服的一组。不是，敢不敢等我？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在哪了。哎，你们在哪？你在哪？我在外面出那个小门。有看到我们吗？没有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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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，哦，这边很多胖子，对，这边超多胖子的，他这边的一堆胖子，你们在楼下楼上，哎、欸，我突然想到，鸟屎，你那只是骇客呢，他被狂暴，他被狂暴了，他们狂暴了，不要踩哦，哈，我帮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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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Go， 我要自由了，阿成，阿成，阿成，哎哎，黄衣服，黄衣服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哎。哎，我锤子，哎，这锤子好猛，锤子好猛，锤子好猛，哎，你们加油，哎，我去，我去掩护你们加油，好，我来打，我来打，没事没事，我听到，我听到，我要跑了，可以可以，哈你们自己小心啊，我去捡任务，狗狗，好好，我打狗，我打狗，哎，这边有烧柴的狗，火狗，热狗，这里上面那边有一个圆柱体，青红灯，把它打开打破就对了。好，这个这个，胖子抓了我的脚儿。谁？哪里有胖子？啊！被戏啊！来，我操作，走到这底下了。哎，没人上去，没人上去，你操作。来，去我走楼梯，可以吗？哦，但我好像点来了，好像太好了。小心！哎，威廉来了，威廉来了，威廉来了。你可以踢他，尽量踢他。好，威廉上楼追人了。这个要怎么踢？威廉在我们车，快跑！我走位，我走掉，我走掉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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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，快走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走上来，不要立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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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上去，不要上去，不要上去，威廉在上面，威廉在上面，不要上去，打吧，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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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吧，你上去，你上去，我帮你，我踩到夹子 ，Go Go， 我先找到，我先，你先上去，你上去，你上去，你上去，去帮你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这个干。狗，狗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好，狗就是，等一下，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先打，我跟僵尸，他倒了，他倒了，我跟僵尸的宝宝爬行大赛，快帮我，我在帮你，我在帮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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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核心了，我再打其中一个，好，你帮我的同时，我要看你胸部，我被，你一看到我，你一看我胸部，我们就被闪光闪到了，好的，狗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打，我帮你打，我帮你打。我要救他，来不及了，来来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打狗，我打狗，我打狗。他有胖子要亲我，抓上我，我被亲了，好难。我抱气，我踢他，我踢他，我要踢他，打破其中一个，打破其中一个，好好好，不要再亲我了。
你的狗一直在上我。狗一直在啊！不要被停在上啊！不要亲我，我打破停了，我停了，我停了。大家不要被亲了。地图上面的蓝色，地图上面蓝色，去找那个蓝色。好，地图上蓝色，蓝色，蓝色哪里？蓝色，蓝色有一个那个钥匙的形状，朝那边靠近。去吧。哦，这边也太多了吧？这边都不是蓝色的。另外一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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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一边。这个狗，这个狗，这个狗想搞我。大家加油！都狗，都狗，哦哇！冲去！啊！垃圾了，喂喂喂，一直都捡垃圾，怎么晚上都捡垃圾？等一下，这个我上不去啊，怎么过去啊？我下来没有，不是这个方向，那一边。不是方向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。走错，大家走错。这边是，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怎么过去？怎么过去？掉进地上一个炸弹，跑不走。放那个炸弹。等一下，扶一下。好，这边先下来，这个先下来。走了，这个先下来。这个要。好。我插口。为什么我走路那么慢？炸弹了。过来，这里吃客家烟筒。我来了，我看到了。暴击烟筒。啊！谁打我？来，我看到了。空五秒。小心狙打，打空五秒。我打那些胖子，哦，他会爆炸。快没时间了。没关系。我打了狗屁眼，我杀狗屁眼。好，不对的，有人在撞我。又有一个僵尸从地面上浮出来了。来，我来。打这个，打，攻击力好低，超低的啦，好低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啊！臭死，臭死！小野大成功，臭死！很难玩呢。可以 ，easy 啊！我觉得不错，下次我会更强。大家都第一次 easy 的。反正就是去找目标就对了。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两个技能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像我的是踹，然后一个是暴气，另外是哀嚎，对，还有一个是大叫。走开！我忘记放我技能了，我只放过一次。你去做那边，不好意思，好嚣张的。你去做那边，你去做那边，我只放过一次技能。手脑桌的。好快哦！夸张哎！可以，第一次不是这样子的，还做回来，过分呢，很难玩呢。你是不是变成 G？ 你是不是变成那个威廉博士？对他，你说最大只那个？对。哦，对啊。我变很多次，对，大只都可以自己控，他连小只都可以，对，他僵尸也可以，小只也可以，对，真的是辛苦。有人说鸟子的技能是踩夹子，我只放过一次小 EMP 的技能，然后那个狂热技能从来没放过，不是超难的，真的蛮难的，罐子根本打不破啊，就是你要有攻击手啊，我觉得应该是我要去打，我这只是坦克攻击，那但是因为我被卡在那个升降梯旁边，我如果过去的话应该还有武器要买大武器，我买大武器，我打100颗子弹打进去才少半条，不错，100颗子弹差不多半条，我拿锤子敲三下。就4/3条哎，啊，就是攻击有差，对，要看攻击有差，跟武器，武器要买强。我那个黑人到后面他剩下大概1/3条，我过去挥三下他就爆了。啊，对啊，所以有一只那个短裤热裤辣妹，他攻击特别高，哎呦，对啊，看起来特别强，要分的，真的。短裤辣妹不就是瓦莱利吗？那我们现在换那个黄衣仔，哎呀，换卡姐，完了，耶！哦，我这个应该算可怕吧？手脑开怀耶，好玩。那我坐他位置吗？夸张，有，看你啊。
我劝你是不要洗，我要去打哈欠，累了是吧？哦，那这样要写一遍，有。你要玩冤头啊，哥住！哎，换个人啊，换三啊，三哥你玩我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四个人吗？没有，因为画面是这台啊。哦、你比较会玩，你玩那台。哦、你玩那台，这样我就可以吃你的北兰。哎、啊，我也想吃面呢、欸，我没有吃到。北兰阿姨真好吃，大家吃好久没吃北兰阿姨。好好吃啊。好。北兰阿姨，你要吃吗？好香啊！我可以给你歇。哇，我要吃。哎、欸，帮我按一下吃的地方。我们就都不要按，然后让卡斯亚一个人在里面，赶快按啦！他一直兴奋，兴奋这样子，按下车，一直按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这次换攻击手好了。那我换，那你帮我选一只，你一样可以玩瓦莱利啊。你来玩，瓦莱利，瓦莱利，咖喱背包会。啊啊！不是啊，我刚不是玩，我刚是真有味。对啊，你刚刚是真有味。那我就继续玩。我玩极恶好了，还有五十刀嘛。好啊，五十刀人家。我要单这个热裤辣妹。攻击力比较。他狂热技能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是一把枪。哦，所有的监视器哦。哦，嗯哼，这么厉害。为什么看不到？贝卡还是攻击手。多久？哦，我真有味应该要去打监视器啊。是。真纽瑞跟那个还有马丁都是监视器为主，哦，可以选那个耶，这是随便可以选的吗？玩来西亚没有没有，一开始等级你就一招哎，好，我懂了，我会了，好的，三角形，那个三角形，那他这个看起来不太需要补血，我玩那个，好难哦，玩黑仔，我懂了，那全攻击啊，全攻击会炸，那什么时候选呢？你就按三角形就开始了，好。你说全攻击他凯，但是我们真的是全攻击。没有，我是坦克。有。然后鸟屎是，我是真有味，真有味。反制那个监视器嘛，监视器。我就专搞监视器就对了。对，还有陷阱，这两个你都可以搞。哦，陷阱也是开枪打掉。对，你可以看地上，就很明显有一个红红小小，那就是夹子或炸弹。就开枪打掉。对。好，懂了。其实就某种程度来讲，我会玩，真的蛮可怜。我这边声音有收到还是不是有收到？有收到星光塔，既然可以的话，尽量买点武器来用啊。怎么买啊？靠近这个箱子按圈。好的。啊，你有钱哦，要看一下。250而已，没钱啊。路上很容易捡到钱，要仔细找。Matilda。好了，大家好了就赶快走，因为我们混越久，敌人的那个时间优先，先不卖。混越久，敌人的可以做的事情就越多。那我要怎么换？我的阿万是上下左右。好，你看上下左右开。他仔细看。哦，阿万就是闪避。这边一样，找三个零件去开门。好呗。三个零件。我靠，喵！零件会绿绿的。我找到，不知道帮我找门。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门吗？对对对。有的也有三个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应该不剩一个了。他记得你靠近一些地方的时候可以按圈，要仔细看。嗯，有狗。看你还在捡人，先叫狗出来。OK。没事就记得按圈捡点宝啊。圈。对，你的圈圈按钮。很不明显，你要靠很近才会出提示可以捡，就尽量捡。哇。然后捡了就来我这边放那个。啊！妖兽狗来了，有那个监视器在打人。哪里？我给你们打一半了。哦，我看到监视器了，可是要怎么射到它呢？你可以瞄准监视器射。怎么瞄啊？我炸掉一台了。L2 左后方那一台。炸掉一台了。L2。我来打。我看。哎，我们这个假夹。哎，怎么射啊？干。按住 L2 之后按 R2 右后方那一台。OK。那你被夹夹着。它好像很难，好像很难射。要瞄。哎，怎么会有其他人的手啊？我看你在这儿。我来射，我打监视器有加成。哦，好，小心地上有那个，我打比较快。OK。不注意帮忙。哎，很明显地上有。Open。我跟你说，地上有僵尸，我想那我们就靠它就好了。没事，哎，这边有那个，有。标准下瞄准。哪里？交给我。找啊。我们已经跑到比较旁边的地方了，少一个东西。这反过来咬我头。到底在哪？我看到，我来，交给我。哦，我看到这个了，捡钱。我马上就可以把它炸掉了，抽不出来。我现在少一个那个关键道具就可以离开这里。哦，好。
找不到，可以炸，可以炸，可以炸。然后在你身上有的话，多放，要记得直接进去放。谁他妈的要放是不是？对，他上来放。在刚刚来，你现在已经进了一个门，你要回到。我身上超有的、啊，你带我去、啊。这个僵尸怎样？它亮黄黄的、欸，亮黄黄是有那个补给，你打赢他的话，我会给你比较多好。去哪里？澳、哦、门那个他爆炸亮亮那边。对。够！哎，我自己怎么赚这么多怪啊？因为那个现在手脑在完了完了，我落单，他搞我，他直接搞我。OK， 过了吗？你落单了，我落单，他来搞我。所有人去那个绿绿的地方。啊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死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没有，我现在我罩你，你先往那边跑就好了。绿绿的地方，在一开始那一间啊。对，朝绿绿的地方跑就好。好瘦哦。能跑，我吃。好。我来了，好，好看，你揉干嘛？画画，真的、哦，我来呀 ，Me too， 收工吧，吃一个庆祝的面，哦，这是第一区域，总之不要在这原地开他们多打架的好减少，除非真的不习惯，不然不要来，这是一定会找到的。他火把我就超准，这个好就给你的。塞，哟，在哪儿？哦，大家在买东西啊？对。啊，不好意思。我要买一把枪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已经买了。我看到了。我买了大屌 A P 五。好。哎，小心这边，这边僵尸。要爆！警告！对，没事就记得一直行动啊。哎，这是什么、啊？弹药。哎，有人在想要射你。哎呀，有那个，来。这里，我看到红红的线。把炸了！哎呀！哎，他一直在偷射我。要保存卡。走开啦！对，你要先找到保存僵尸。所以就全身穿。哎，有一只狗想要强奸我啊！它上我了。讲什么？你看，它就背后是上我，背后是上我。这边是啊，我也要被背后是上。这边是终点，我们就找僵尸吧。啊！它居然是，哦不！啊！哎，你看，哦不，你没事啊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到你，我还是。球棒，哦，你没事吧？他没得拆哦，那个镜头要射，不行，要射。太大声了吧？有狗狗！啊、哦！救命！我被抓起来了！我要变成 V 脸了，大家小心。狗子要不要？哎呦，他把我抓着在地上干，帮我！抓着在地上干也行，可以压在地上干。我要死了！不会啊，你会回到一开始，我又踩陷阱。明白。大家有看到那个保全僵尸吗？你觉得你色诱宅男好不好？真的，烦呢，想一些引人遐想的东西。无脊僵尸，你好恶心。检讨被害者哦。儿女，恶心，儿女，口恶女情长。被乱世左右，谁来煮酒？我们尔虞我诈，好三伯，好可怕！救命啊！我被牵了。哎，有狗狗，哎呀，狗呀！不是，我一直逛来逛去，根本什么都没看到，一个保全卡都看不到。我找到三个机器，可是都没有看到保全卡。我也是，对，奇怪。我找到保全卡了，结束了。我找到保全僵尸了，我找到保全卡了。不是，我在那个很强哎。背200颗子弹呢，结束了。我背200颗子弹都，没关系嘛，不熟一开始正常啦。他们应该是有还是有随机的吧？他其实地图都长一模一样，可是配置有可能随机。OK， 所以你要去找。没有，我刚找到那个僵尸了。他们在你们的完全反方向另外一边。对啊，所以说带着保全卡的僵尸，嗯，靠 U 哦，他有这么大啊，这地图。嗯，其实很大，而且都很难行动，就是有点。趁卡扎出来之前，赶快做结尾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再见。拜拜，到下礼拜继续收看。现在才知道，马上跑，马上冲进来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我刚进去是你就在吃，你住还在吃是合理的吗？合理。你要干我？搞笑了，听不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。先看一下，先感谢两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，看你们的那个相关资讯。哦，他嘴巴真的很圆耶。
可以可以哦哦，表情跟照片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基本上完全的一致，完全的一致。那你那个时候在吃什么？哇，吃槟榔。怎么那么红呀？还好，反正都可能的相关的追踪一下 ，OK。真的，下一个是我们的科兹亚的，感谢感谢各位，耶，有，哎呦，你在又，我就真的要打你了，你的 FB 好长啊，真的感谢感谢，没错。那今天有没有这个订阅跟抖内亚看一下？好，偷刷妈妈的卡，1314元，不好吧？太夸张了啦，太多了啦！妈谢200元，我是老肖，他在吗 ？Lotus GD 100元给阿文开卡包啊，胡迪，哎呦，抽起来，胡迪给你100元，作为人生第一次被女生捧玉的谢礼。胡迪 ，LJ 花100元，今天休假爽抖，定存在100元，收阿文戴过的纸口罩。爱秋无惧100元首战，真不愧是 UC 天才。传令兵50元，参哥说好的宵夜呢？路西法50元，可玩今天好可爱哦，卡爷一样帅。感谢各位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好，差不多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每天都每次都超时一点点，真的，我没有一点点，很多很多点，烦。还好了，还好了，这现在自主加班，现在还好，现在三分钟。好，可是我们以后不改，再改版一次，我们节目再。早开三分钟，没差好不好？有到6:57开播的。好，那个结束的那个框框框，帮我打开来，谢。好，今天感谢两位啦，感谢。吃的还可以，还饱吗？还饱。别饿着了，还有，吃饱就好，吃饱就好。勉强打包也是可以的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好，感谢大家，下礼拜再见了，拜拜。See you next time。YouTube 频道哦。